I'm Sumayyah from Mauritius. I've been in China for the past 12 years. I'm absolutely in love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all the artifacts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I have a huge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So today I'm here at Dongyuan village in Rayan, and I'm here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block printing.欢迎光临我们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展示馆。在这里，我们展示了中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所产生的一种重大的影响。在古代，我们的祖先使用刻凿在兽骨上刻凿，或者竹简上用书写的方式来记载文字传播知识。后来呢，我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就在整块的木板上面雕上我们书籍的字，然后再印刷。这就是我们中国印刷术的原来的原貌。雕版印刷费工费料，因此催生了活字印刷的发明。东元木活字印刷是中国印刷术的唯一传承地，从它的王室家族传承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现在还有100来号人来传承了这项的技艺。您看，这小伙子在这个古老的山村里边啊，用我们的木活字在印刷这些宗谱，我们叫宗族档案。为什么在这里会传承下来？因为宗族档案需要用我们的木活字这种原汁原味传统的印刷方式来印刷。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展览的介绍，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实际的操作，这个木活字怎么刻出来的，怎么印出来的，对，这体验一下。您看，我们到了工厂，看到我们吴奎照传承人啊老师正好在印刷我们的木活字印刷品。首先的刻字，先把一个个小方块的木头，啊，在上面呢，您看我们的师傅刻上一个个非常工整的。 一笔一画都非常清晰的木活字，然后这个皮，这个叫皮，OK， 刻好的字呢就放在字盘里边，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里边剪字，然后拿过去排版。 我想跳一些字，关于春节。 哦，那就是春节快乐。好的，春节快乐。哎，我们找到了春节快乐。I'm still in awe. I cannot believe that in ancient times they would have this method of printing and keeping their genealogy and their family history.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heritage is protected and can be passed down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我们要加大传承保护的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其中去，把这项遗产很好的继承下来。努力力度，巨富人容力，守门守礼类，等他生风节。